师傅，何为情结？为一人心动，为一人情深，为一人痴心，又为这个人丢了半条命。说不出哪里好，但就是谁也替代不了，这就是你此生的劫。那放不下该怎么办？让你历经情劫的人，都是今生来渡你的。人生聚散本是常态，因缘而起都是注定。一念即是一劫，一念放下便是重生。